党政部和市长免职党怠于政。河北定州的现任市委书记与市长长期不和，市长最近被免去相关职务。有评论认为，事件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党权凌驾于行政权力之上，也有评论指官场上一把手二把手的不和是普遍现象，而因此被免职更多的可能是涉及权力斗争。上海澎湃新闻7月26日报道，河北定州市长陈业鹏与市委书记长期不和被免。报道引述多个权威渠道表示，因与河北定州市委书记王东巡长期不和，定州市委副书记、市长陈业鹏被免去相关职务，目前尚未安排新的工作岗位。王东巡也因此向河北省委做出深刻检讨。澎湃新闻的报道说，21日晚间定州市召开领导干部大会，宣布定州市政府主要领导任免通知省委，决定免去陈业鹏的定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定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职务。北京意见人士查建国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在官场上一把手与二把手不和是普遍现象，通常会以调职解决矛盾，而免职极为罕见，背后可能涉及其他问题，而不仅仅只是不和。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的不和，这个好像很普遍，各种情况各种原因都有。当然不和很多情况是两人工作的调动，可能他陈业鹏有什么把柄掌握在别人手里，要整他掌握了他的什么东西，那不会仅仅因为一个不和就把他彻底免职，彻底免职就说明他有问题了。陈业鹏曾任河北保定市涞源县委常委、保定市政府副秘书长等职，2013年6月开始担任定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并于2016年12月起担任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河北资深媒体人朱欣欣向本台表示，事件也反映出党权凌驾于行政权力之上。按中共法律程序来讲，无论内部潜规则怎么制定的，他们整个程序就是人大来任命或者选举市长，应该这么走程序。现在出现这个情况，等于党权连遮羞布都不用了，党权直接处理行政权力了，可以说是党权的进一步强化吧。截至当天下午，澎湃新闻的报道已经从官方网站上下架。有网民对此评论说，不听班长的话免职，事情的这个都不懂还当啥领导。也有网民表示，不和正好相互监督啊，只要不刻意的为正常工作下绊子很好啊，为何非要官员们铁板一块好贪污嘛。特约记者杨帆 MBSB， 责编胡立汉加油 MBSB， 网编宏伟。相关报道也谈政治正确与言论自由。刘迪、卢伟被以受贿罪正式起诉，中共政局亦向频生效益。刘青正式日后成为正国级的张德江当年一手成就了高俊芳高薪知识分子斥习近平，触发管制危机贸战，引发政治地震。刘鹤出局，清华教授许章润需恢复主席任期制。习近平出访大撒币，民众不满大陆施压将台改名，44家航空公司全屈服。民主沙龙2018年7月22日评论零，添加评论打印分享电邮同步广播库。政变传言满京城习近平出访被低调，美国政府接连点名习近平，事情不简单。陈破空罗与贸易战引发习近平政治危机，俄平中美贸易战，北京以乱阵脚，中共内讧，让我们保持冷静。王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准备对价值5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中国会有第二次世纪耻辱吗？刘青贸战引发政治地震，刘鹤出局。从疫苗事件看，共同底线将其升，美中两国在世贸组织激烈交锋。编辑推荐也谈政治正确与言论自由，刘迪。